俄罗斯国防部十四日晚上称，俄黑海舰队“莫斯科号”导弹巡洋舰沉没，俄媒体援引俄国防部的话报道，“莫斯科号”导弹巡洋舰在被拖曳至目的地港口过程中，其船体因在此前弹药爆炸引起的火灾中受损，失去了稳定性，在风浪条件下沉没。俄罗斯国防部十四日。 早些时候发布消息说，莫斯科号导弹巡洋舰上目前已无明火，弹药已不再爆炸。乌克兰敖德萨州州长马尔琴科十三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驻守蛇岛的乌克兰边防部队当天用海王星巡航导弹重创了行驶在附近水域的俄黑海舰队旗舰“莫斯科号”巡洋舰。海王星是乌克兰在苏联天王星。 舰队舰导弹基础上研发的地对舰亚音速导弹，射程280公里，最低掠海飞行高度约3米。莫斯科号是苏联光荣级导弹巡洋舰首舰，排水量1.25万吨。